Shit.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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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题，开始。我多谢。张绣入咗国战，有啲咁嘅事。吕海去咗更新咗，到底更新咗啲乜春嘢？真系张绣入咗国战咁癫。当你受到伤害，撕回合外 ，thank you 先，多谢打祝福先。收咗咩礼物？但系佢哋话，即系今日啱啱去完嗰啲 YouTuber 个派对啦，即系帮我搞嘅。咁啊，啲私人派对啦，属于话多谢天父先。咁佢哋话迟啲可能会揾我一齐合作拍片咯，听住先咯，冇所谓。我系话好啊，咁你即系你谂咗拍咩，咪揾我咯，冇所谓。即系你哋大粒，你哋大粒，OK。即系佢哋哇吓黑人西，多谢，希望你工作愉快，好得意，thank you。即系大迪嗰啲，佢就话想即系迟啲话一齐拍条片诶，唔系因为阿的神佢就话咩咧？佢因为等先太大声咯，佢话佢迟啲嘅服装品牌咧就想揾个即系揾啲 model 咁样，佢就想揾啲高大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做衣架咁样啦，系啦，即系帮佢嘅品牌卖个案嘛，咁啊倾下咯，大家冇所谓啊，即系大家合作下咯。我系咪先？即系我有钱收冇所谓。咁啊，可能未来嚟紧，可能同佢哋会有啲合作咁样咯，系咪先？就系咁咯。去完派对记得检测，冇所谓啊。即系我唔惊，即系我唔惊。可能我惹佢哋咧，咪多谢小凡，系咪先？世界有冇邀请你入 CJ？暂时佢有提过下，但系喂，多谢，哇，好多人到呢，我点得？多谢 Ice 同埋多谢 Tony Leung，系啊，多谢你先，多谢阿 Mark。系啊，Can we see？系啊，Thank you，系多谢你祝福。哇，除咗讲生日快乐，多谢 Ice。哇，好多人，多谢 Oscar。玫瑰迪同埋迪儿有冇锡我？咁呢啲唔讲啦，呢啲私人啊，多谢阿蒜蓉巴打收到啦，Thank you，我回咗你留言。系啦，哇，黐线，李小琪系啦，呢个都系经常到呢，要多谢你，Paco，Thank you，Thank you。咁啊，佢哋唔系，即系我可以透露就系玫瑰迪同埋呢一个迪儿，佢哋唔系锡面咁简单啦。因为咁我费事透露锡边啦，呢啲始终系比较私人嘅嘢。系啊，即系大家心照就算啦，呢啲唔好讲到咁白啦。喂，多谢阿梅姨先，好啊，thank you 啊，多谢大家先。喂，虽然各自有张绣，但系张绣技能系点？我想问下，即系我啱啱过嚟，多谢大家睇唔到。好啊，多谢阿林。即平时又倒开呢嘅，其实都点讲呢？哇，张绣要买喎，张绣世界迪冇踩踩点系啊？喂，其实讲真，世界迪咧，佢之前嗰条片有讲过嘅，佢就话佢其实做 YouTube 版会员，佢唔知啊，我都未做过会员，所答你唔到，系啊，sorry，我答你唔到，系啊，但系应该佢有自动嘅，应该即系可能你一次过续费啦，咁你系啦，啱啱过边就死啦。咁世界佬其实佢有话过，其实佢啊知，即系佢其实佢有好多拍片嘅题材，佢所谓嘅点子啦，即系佢有啲 idea 想拍，佢已经即系我今日见到世界迪咧，佢系攞本簿仔出嚟俾我睇，佢话我有好多拍片嘅题材，即系已经写咗落嚟噶啦。咁啊，迟啲希望揾我合作下咁样咯，即系佢同阿迪嫂迪迪倾紧噶啦，佢话可能迟啲揾我一齐拍嗰啲睇铺片，咁啊 OK 啦。喂，多谢啊，唔识读 Gary 系啦。即系呢个迪，哇，跌好难讲就好巧巧喎。咩迪迪嫂迪迪加迪睇铺团咁样咯，系啦，即系一齐合作下啦，冇所谓，我 OK 啊。因为我可以揾翻以前做地产铺位个老，即系嗰啲同事咪同佢倾下咯，即系系咪先？即系同美联啊、中原嗰啲都 OK 嘅。咪希望即系希望呢啲合作大计可唔可以推到上10万订阅咧？咪多谢阿 Jackson 真系啊。我到底可唔可以推到我上10万咧，就真系要睇睇啦。希望得啦，系啦，锁定几多你回合外造成伤害，回合外，我唔系好明呢个重间系咩意思。回合外造成伤害，或于回合内受到伤害，我点样？喂，多谢啊，我唔识读呢个咩？呢个系咪啊？CHEONG 系姓咩？John 啊，我唔知啊，多谢你先，但系。
同埋阿 B 啦，今日生日，我想讲滴滴大个仔，今日失踪咗系啦。其实有观众留言咧，其实我 partner 我即系点讲，我邀请少咗个位，多谢问题儿童。有个观众留言问点解冇滴仔，你知唔知滴仔系边个？我谂咗好耐，我都谂咗一阵先知滴仔系边个。喂，多谢大韩诸葛诞，虽然你冇道理，但系你俾人 delete 咗，可怜你。太合制回哦，咁太后读一下咪扣两血，系啦兵仔啊！本来我又揾阿迪仔，其实本来我嘅 idea 系点咧，我就喂多谢阿黑翼823。本来我嘅 idea 系攞住块板咧，跟住话我系呢个位置，即系我系呢个浅嘟咁样，即系我系呢、這个，我本来有呢个 idea， 但系唔记得咗，系啊，纯粹系唔记得咗。喂，多谢阿红，有排你读，生日快乐 ，thank you。决斗都可以，都得啦。决斗火，唔系喎，咁啊，李国都得啦。李国嗰个爆发系扣自己血噶嘛，不过 OK 喎，呢只嘢其实几屈机喎，真系喺下面留言系唔会啦，冇啊，暂时都系喂，多谢阿 Lick Wong 同埋阿轩史伦，系 HB Day，thank you， 好多谢大家长期嘅支持。好多谢大家长期嘅支持，希望我哋咪啱李国都得啦，李国自己回合内受伤啊嘛，即系李国个技系属于受伤啫嘛，系咪先？滴 shit， 佢哋有揾过，即系阿迪士啊，系多谢 Vivi fans， 即系啊嗰话佢名点读啊？咩 Your Real One 迪士咁样，即系阿迪士啊，系啦。即系佢又话佢问我有冇兴趣拍片，话 O K， 即系佢话佢见我啲演技都 O K 喎，好似，即系佢估唔到我扮嘢，即系演技上系 O K， 佢话惟笑惟妙，咁所以都即系可能将来有好多合作大计咯，呢个就睇下点啦，因为我个人比较低调啊，你知啊，我真系费事咁点讲系啦，同埋今日你哋今日冇嚟到咧，嘥晒，因为讲真嗰句啊。我好似系好少见到呢个世界敌同埋阿大敌系同场嘅，啊，即系呢两个宿敌咧，竟然系同场，即系佢哋为咗参加我嘅生日派对咧，暂时放低恩怨系啦。即系喺我即系今日见到佢哋两个，佢哋阿大敌同埋阿世界敌都有打招呼嘅两个。喂，多谢阿 Kelvin， 系啊，迪哥有，系迪哥不嬲有。迪哥我啲片都唔玩，我话我唔玩 FIFA 喎，所以咪冇。即系迪哥有邀请过我噶，即系佢又话玩一齐玩 FIFA 咁样，话我唔玩足球 game 喎，系啦，唔好意思咁样。即系你玩高达咪一齐玩咯咁样。系啊，真系呢、這个就系咁咯。喂，多谢阿志先。好啦，其实我谂你哋都估到噶啦，即系我话有好多人祝福我，即系好多 YouTuber 祝贺我哋，大家真系有脑都估到噶啦，讲真。好啦，咁大致上一年一次咯，几开心嘅啦。咁希望下年都有啊，有即系下年希望都仍然有咁多即系同行家一齐搞咯，几开心嘅。其实讲真的，真系几开心。系啊，细迪，我有谂过叫埋细迪嘅，但系点讲咧？即系我觉得细迪好似未去到，因为我今次系想邀请一啲比较大型少少，即系出名啲嘅 YouTuber 咯。咁好似细迪好似就系啦，即系细迪系有人气嘅，但系细迪好似未去到呢个位咯，我觉得。我都明白嘢咧，好啦，佢唔好摆佢上台。咁啊，今场哇，你靓到呢块，今场揀唔到张秀俾大家睇啊，下场。Party 冇喎，屌！佢哋冇啊！佢哋即系本身佢哋话，即系本身世界定话可以揾 CGA 赞助，但我话费事啦，即系话啲私人嘢无谓搞到，即系唔想用政府公帑啦，系咪先？即系无谓搞到要攞政府公帑去搞个私人派对啦。喂，多谢啊 Terry Mark， oh shit， 真系 shit 啊！呢次好啦，屌呢啲咪入楼啦，咩滴楼又滴仔啲垃圾嚟，系啦，呢啲咩滴楼又滴仔啲垃圾，根本都唔入楼咯，咁得个十几万订阅，跳，我请亲我都要几廿万订阅噶啦，最 cheap 嗰个世界滴而家得36.7万，喂，多谢阿伟乜鱼先，多谢你，即系而家世界滴嗰个最新 update 系36.7万，好似系啦，我唔知有冇，即系我唔知有冇 update 啦吓，喂，多谢 Isaac 做咗新会员。
下年佢哋咁啊，咁啊最起码戴迪同埋少波迪嗰啲应该冇问题啊，系咪先？即系世界迪其实讲真，世界迪其实佢36万咧都有排玩嘅，起码玩到两，即系起码玩到几年噶啦。讲真，即系佢而家平均一个月系跌0.2至0.3万左右，其实跌得好慢嘅，系啦。K 迪费事啦，系啊，费事搞佢啊！喂，多谢江浩丁微笑。唉，今日阿 B 都生日啦，今日同埋系啊，间生屈咗阿 B 啊，今日生日，我多谢先，心意最紧要啦嘛。但今日都系仍然系咁过咯，即系冇乜特别咯，今日都系好啦。我同埋其实犯法噶，即系谂下，如果咁多人聚会嘅话咧，其实好似犯法噶。佢话咩？不过呢啲喂，其实私人派对系唔会有咩限聚令噶嘛？我想问一下，系啊，私人派对系唔应该有限聚令噶嘛？好似，因为我哋而家唔系去一个公众场所度搞啊嘛。迪公主冇啦，未入流啊，大佬，我都话要全香港最大粒嗰啲人，嗰啲先有份，先有资格嚟我个生日派对。喂，多谢荃湾阿星先系啊，即系你。我今日条片出亲嗰啲都系话，即系唔计啊，即系阿迪哥，因为佢系喺 cheat， 即系喺鬼婆嗰度做直播啦，即系迪哥人气系 OK 嘅嘛，即系其他啲你譬如阿大迪、阿迪神啊，即系阿迪士嗰啲咧，都起码30-40万订阅啦，起码都要大佬，冇翻咁上下，你冇资格嚟我呢个 channel， 即系冇嚟我呢个生日派对啊！要姜岭迪呢啲完全唔识 ，sorry， 系啦，完全唔识，哇！喊出嚟，喂，快啲打我啊 ！fuck me 啊，喂！哎，佢杀雕蝉都得，佢杀雕蝉都得。阿 Sir，OK， 上唔，我惊呢架车上唔到喎，老细。而家一定有一个人系上唔到车，到底系边个咧？吓，咁啊就系咁啦。总之今日大家即系今日大家开心下算啦。今日条片系啦。即系今日大家，即系你冇可能请晒咁多个名人过嚟嘅，讲真系嘛，即系你冇可能请得晒嘅。我多谢毛摩登啊，好啦，即系其实今日嚟有啲都系我最点讲话，多谢霍山留翻钱读大学好啲。做乜事啊？而家系，哇 Sam 多谢你，人一个多谢，诞生日我咩咧多。哇，好多谢啊！估唔到霍山都咁癫喎。哇！即刻上车先，唔好讲笑啦，真系唔好讲笑，即刻上翻个靓车先，大佬。哇！四号位哭了。哇！呢个唔出得嚟喎，啊呢个出嚟都唔紧要，我哋呢个阵根本冇可能输。即系佢完全冇可能输，呢个系一系司马，一系就系孙旭或者李典啦。好啊，迪士。其实好难改嘅，即系你话迪士咧，即系 DODOX 咧，你好难，你呢个名系好难改嘅。我想讲，阿 Sir 呢个反边个好紧要？哇哦！沙发聚会 OK 啊 ，OK 啊，今日冇人问我今日我老婆有冇嚟嘅，点解系啦？好，呢个反张辽啊！我睇佢够唔够胆，再反，再射。啊！佢竟然敢，射我，真系冇嘢好讲。佢竟然敢射我，好啦。今日都有，今日其实系有唔少嘅女性嘅 KOL 嚟咗啊。咁但系我唔会，我费事喺度公开，因为始终系私人派对啦，系啦。咁加上我就唔想损害佢哋嘅名声，即系例如阿迪迪啦，你最中意嗰个，知唔知迪迪系边个咧？嗱，即系你俾屎我做乜啫？条两小非君子，即系阿迪迪啊、迪儿啊、迪，即系阿迪马嗰啲，全部都有嚟咯，系啦。哇！顶鬼多谢贺捞，哇！俾人落咗真系喊我呢下，真系喊我呢下落咗。哇！恭喜发财，多谢阿肥。肥洲啊！好，即系其实基本上你识嗰啲 YouTuber 都嚟晒，即系女嗰啲，即系例如啊女版 van 仔啦，即系我唔讲边个啦，即系你明系啦，你女版 van 仔嗰啲都嚟晒噶啦，系啦，都 OK 噶啦，今日都好开心啦，系啊，都满载而归啦，真系
即系最紧要收到大家份心。点解佢今日送，即系今日佢哋咁多个 KOL 咧，送咗一份好好嘅礼物俾我。佢哋送咗一份好好嘅礼物，佢哋将佢哋嘅喜悦份送咗俾我，当系生日礼物。即系佢哋今日嘅宾客咧，个个都即系将佢哋嘅喜悦分享咗俾我，所以今日我系好满足、好开心系啦。佢哋成功将佢嘅喜悦分享咗俾我。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今年收过最好嘅生日礼物咯。系啦，我而家充满喜悦啦，个人。啊，唔即时，最快搞死他。等一下先。倾力为国。哇，点解呢个男直接放咗佢咧？我想问下，点解呢个男放咗佢咧？好啦。佢成部夹公仔送俾我蚀噶喎，大佬，我蚀钱嘅喎，老细，你而家夹公仔机系蚀部即系亚视嚟嘅，大哥蚀噶，即系送部机俾你，你自己又要，哇！你话呢个四号位傻，呢个四号位弱智啊，原来。大勇若怯，大智如。即系你夹公仔机，你又要入货系嘛？你自己又要入货，又要管理，你又要 set 机系嘛？我当你唔使多谢贺闹先系啦，我当你唔使交租啊，大佬，你真系系咪杂话？点解我冇张寿嘅？我想问下，喂，多谢雪人，同一班 KOL 庆祝系啊，而家同观众庆祝紧咯，俾你佢俾租唔关事，咁你啲货你都要入噶，大哥，即系你入货价，你入即系夹公仔机嗰啲货都系成本嚟啊嘛，系咪先贴钱买难受系啊？同埋我想问一下啊，都应该唔使，即系你正常嚟讲，你夹公仔你交嗰啲租咧，佢包埋嗰个场嘅员工嘅人工嘅，即系唔使你嗰啲人工唔使你俾，系场主俾嘅应该，即系台主就系交完租应该就 O K。咁如果唔使交租咧，即系有免费，即系啲员工应该免费，不话你老母咯，系免费帮你做嘅应该系。见阵先行，扫除障碍。顶，知知啊。夹上签名，得先。凌波微步，国貌相传。我系已死，我都系想玩铺张寿，讲真系啦，真系难得有新嘢。喂，多谢阿杨，杨天乐。我暂时筹备紧咯，即系夹相，即系我自己系啊，而家，因为我而家要揾紧一啲摄影师帮我影啊，系啦，我唔想求其影咯，我想揾啲。即系有啲美感，好似嗰啲哇，即系好似嗰啲迪迪嗰啲影得咁靓咯，系啦，即系你最中意嗰迪迪嗰啲写真集或者阿迪马嗰啲咯，类似嗰啲咯。好啦，冇喎，唔系写真，其实一定要自己买先得嘅，即系你，即系其实写真一定要自己买先得嘅，如果人哋俾嘅话，其实唔值嘅，即系你系想支持嗰个艺人，即系嗰个女艺人噶嘛，你一定要自己买。写真，如果你唔系自己买，你冇 feel 啊，想讲。好，咪大致上系咁咯，咁啊一年一度嘅生日，多谢大家啦，系啊，多谢大家祝福。咁啊，同埋，即系都值得开心嘅嘢就系、是，其实都即系我发觉其实咧。而家呢个网络嘅即系 KOL 咧，对我嚟讲都算俾面啦，吓，估唔到即系都有咁多朋友系啦，我都细估唔到自己系有咁多 friend 嘅系啦，即系你哋好多人以为阿大迪啊，同埋阿世界迪嗰啲好唔妥我噶嘛，你哋咁样以为，但系原来唔系嘅，多谢再见再有不见，即系你会发觉原来佢哋都系即系同我本身都系 friend 嚟系啦，即系平时佢话佢都话阿 Tik 呢，你讲得啱嘅，其实你啲片，即系我哋唔介意嘅，你讲事实啫嘛。啊、所以其实呢样嘢好难得啊，觉得呢样嘢好开心咯、啊。所以做 YouTuber 好开心、啊，我做呢行做得好开心。系、啊、我见到个 van 仔不嬲都中立噶啦，睇个样系啦。好，我叫佢哋唔好嚟留言啊，费事留言啊，即系费事尴，即系费事避免噶。哎呀，揿错哇，靓喎、啊，揿错掣，我正想话揿错掣，但系靓又揿咗宣上香又 OK， 好似 OK 喎、啊，宣上冇办法黑顺。喂，你帮我顺啊，唔使死啊，扑你啊都，等一等，张国，睇下敢唔敢打曹丕先。
睇下先。佢哋本身对我就冇恩怨嘅，即系你阿大迪、阿的神嗰啲，本身对我冇乜嘢嘅。佢哋等先，但系的神同阿世界迪就好似有啲唔系几愉快咯，即系唔系几开心咯。喂，多谢 Kelvin， 好啦，六速无求。哇！哇！你反我啊！你咪嗨大咗啊！反我？岂有此理！竟敢如此地！哇！走散！哇！好难打呢度，等先。妖啦神！佢唔系反我嘅话，我真系唔会。我呢下都未只要痛下杀手啊！顶你个肺啊！好啦，喂，多谢大家祝福啊！再次系咯，佢唔反假佢咧，黐孖筋，你反我冇办法。物即司马，如果佢反假佢呢下，我同佢搏嘢，可能我会考虑同佢搏嘢。啊，呢下冇计啊！喂，快 Q 啲啦！就系咁啦，今日就系咁啦。呢排就跟住讲翻，今日就好似冇新闻。喂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呢个靓图太后。喂，多谢生日快乐，多啦，多啦，多啊 ，Doro Doro 应该系话 ，Duo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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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应该系就咁讲。但仍然都系食嗰啲嘢做嗰啲嘢，即系冇乜，即系生日其实冇乜特别，其实冇乜特别噶，我想讲系啦。你哋今时今日生日都唔会有啲咩特别嘢搞噶啦，系嘛？即系你哋今话点解去弃咗张火攻？大汉之安危，皆在此一举。Kiloro， Dororo， 好耐冇睇啊 ！Kiloro 讲咯 ，Kiloro 唔系 Kiloro 嘅咩？应该系多罗罗系啊，多，但系呢 RO 系 RO 系 Woro 啊嘛 ，Wolfstar War 啊嘛 ，Woro， 点会系个罗字咧？以前生日我成日借机就想唔翻工。即系以前生日咧，我系千方百计系想谂个理由出嚟唔翻工。吓，你哋会唔会？我唔知你哋会唔会。生日唔叮啦，平时即系而家唔使特登生日先叮咯。我而家都好自由噶，系啦。哇，靓喎！哇，我奇怪点解佢唔直接杀呢一个袁绍咧？呢下个断主将都靓喎 ，Dorovo。喂，多谢阿黄 CT， 阿呢阿多哥打你问啊！哇，呢个马超都系写几位人。喂，多谢阿 Charlie， 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我呢个 OK 喎，佢咁样呢个马超打工皇帝 OK 喎。如果成日有冇食蛋糕？有嘅，有准备到，即系佢哋个派对系准备咗蛋糕嘅。系啦，即系有，即系佢哋都即系除咗分享喜悦之外，即系都有蛋糕，但系断肠喎。Oh shit！ 日文 V 系我、哦、日本发音咁啊正常啊。如果我系马超，直接打双角好过啦，搏一搏好过。哇，尴尬啊！呢个位尴尬。如果我哇离线系咩料啊？啊！喂，如果我出到嚟咧，我有得赢。我想讲，即系我系收到全场啫。我呢个组合绝对屈机。OK， 多谢 Ken， 系啦，多谢 Ken。啊，最紧要阿 B 身体健康咯，即系阿 B 瞓觉而家。好白厌啊，阿 B 老越老，哇！希特拉，我估到你会咁做啊，多谢你。啊，希特拉真系。即系呢个 channel 嘅长期救星啊，系啦，衷心感激啊！希望你女朋友唔喺你隔篱啊，玩亲女犯都冇队友，系啊，即系我玩亲啲劲人都系冇队友，唔知点解。希望下年 party， 希望咪下年，如果下年可以搞大啲咯，希望系啦，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即系啊，我问下阿大迪可唔可以借天台俾我搞咯。即系大迪留下，即系佢阿迪士都应该 OK 嘅，即系叫埋佢一齐玩咯。即系大家又佢哋 friend， 即系阿迪士系住喺大迪楼下啊嘛，好似即系佢哋个天台都可以即系请翻十零个观众一齐 BBQ 咁样咯，系喺元朗嗰边天台。
台湾嗰边未识啊，系啊。迟下即系迟下睇佢哋会唔会搞个夹公仔咯，即系佢哋同呢个台湾嗰边含收迪嗰边都有搞夹公仔啊嘛。系咪先大埔咩？系 ，sorry， 差唔多啦。即系对于九龙人嚟讲，大埔、天水围、元朗都系同一个地方嚟噶嘛。喂，多谢啊，我唔识读 J A Y， 其实点读系 J 系 Joy 定咩？我成日都唔识读。呢个音我唔识发 ，J A Y 嘅音我唔识发。多谢 Thomas， 系迪数迪迪系啦，唔系屎数迪迪。O K， 系迪数迪系迪数迪迪。J 就咁叫阿 J 噶，咁啊几眼大，方是谁不知道。哇！最好我是 boss 咯。哇！四川敌王系啊，敌手敌敌，即系我自己嘅老婆系我自己咁样啊。诶、哎，啊多谢二零 ，thank you， 系啊，祝订阅。日日爱你嘅，星心爱你，系啦，多谢你，多谢你。其实收入都系其次，我老实讲，即系我就唔系好似世界佬咁虚伪，即系成日呻工。因为你其实你订阅高嘅收入自然都高嘅，所以我觉得收入高系紧要啲。闪电，佢自己佢唔挂得电，佢自己佢攞电冇用，佢自己唔可以挂电。铁索连舟，如履平地。再造，免费为宝。铁索连舟。咁系今年先搞到咁大嘅啫，其实头嗰一两年都冇乜嘢，你见我头嗰一两年都系自己同自己过啫嘛。啊，迪嫂厨房唔系迪迪，你唔识译翻嗰啲名啊？即系迪嫂厨房唔系迪迪厨房。岂能长久乎？喂，攞咗个，哇，好难打喎呢场，庞统就一定唔喐佢噶啦。但因机系咁挞我啲装备，我都系时候要招呼下佢啦。统统给本小姐闪开！即系佢系咁搞 Q 我啲装备，我容忍唔到佢。调度征求，生擒捕猎。恍然入梦，剑舞惊鸿。呢个臭西啊！等阵先。啊，应该上咗装备先啦，白痴。应该上咗装备先。不过呢个张角都系烦。调法于良。呢张角太多爹啦，我想讲。开源节流。哇！多谢 Chris 吓、啊，都系唔识读系啊，但系都多谢你。顺手牵羊。诶、个顺手太早用，其实呢个顺手太早用。等下先，我打埋咗先，唔好意思。呢、這个恩基自己攞嚟死嘅，等下先。你杀。杀。再来。跟突击张角色，因为佢闪，佢嗰下闪咧一单挑。哇！各位观众，俾件衫咩叫突击自由？哟！诶，佢冇闪啊！顶！开源节流，统统给本小姐。好屈机喎！诶，呢场可能可以精华喎，等我一等先，大家俾闪。哇！呢个藤甲 P K 啦。统统给本小姐。哇！系。会有啲离谱啊！咁样玩佢，一张角就喺度 B B 紧啦。我但我咁样，我爆唔到 A K 都系冇意思嘅。红红给本小姐闪开。喂，等下先。喂 ，A K 咧？剑舞惊鸿。顺手牵羊。唉，濑嘢啊！真系爆唔起喎，都系差啲喎。即系杀咗庞统先都得喎。喂，多谢阿 Jeff Light。哎、但系死佢翻咗嚟，佢翻嚟麻烦啦。但系佢哋就算而家发脾气都应该耐我唔何啦。好啦，直播诶，睇下点啦，睇下老婆点咯。啊，睇下老婆有咩搞咯。因为呢个时间都系留翻点讲啦，托管。我怀疑呢条扮托管，跟住电 Q 我。OK。因为想临尾即系留翻私人时间同老婆庆祝一下咯，等阵先。赢落去呢场似乎可以精华，大家道理都可以出街啦，咁似乎 OK 啦。
但其实基本上我爆快爆，即系冇爆到啲，冇爆到任何嘢嘅其实。我其实我屈机我呢只，我呢只真系屈机认真。今年升唔升到95,000啊？好难讲，真系好难讲。剑舞惊鸿，统统给本小姐。我真系黐线。开源节流，系唔 Q 嘥时间，嗱一声完咗算。哇，真系好屈机喎！其实女范加孙尚香真系屈到爆喎！我托管 ，yes。哇！有发觉而家 channel 咧，如果真系继续打机都系冇乜嘢，冇乜真系冇乜睇头喎！即系我觉得真系间，即系我。但个问题即系有时唔系话我唔想拍其他片，但系问题有时冇题材啊嘛，大佬江郎才尽啊，大哥。即系有时拍呢类，哇，俾人踢出房咩料啊！即系有时拍呢类片咧，你系咁啱谂到咯。即系其实出街有得出街嘅道理多啲。喂，多谢啊 Jeff Fly， 多谢杨文辉啊，同埋阿 Vincent 生日快乐。哇，顶你啊！佢真系拣唔到，拣唔到我想拣嗰个张秀啊！咁我睇下迟啲会唔会多啲啲类型啦，唔系呢啲要写剧本啫嘛，大佬啊，即系你一啲唔系话拍噶嘛，啊，即系如果你要拍呢啲嘛，即系呢啲短呢啲咁啊，可能几分钟，但系你都要谂，即系有时你同埋呢啲咁无聊嘅嘢咧，你唔可以拍太多，我想讲系啦，即系你可能一年几次就话啫，即系如果你如果一个礼拜三四条都系呢啲片嘅话，啲观众都系顶唔顺，系食屎啊先。fans 向可以咁讲啦，系啦，都唔系嘅。如果本身冇睇开嘅话，间即系突然间有条傻仔，即系佢扮咗啲 YouTuber 你又识嘅话，你咪可以笑下咯。喂，呢条友真系唔知呢条友飞翼嘅，但系咁样搞法我都系死，哇死咗咯！有飞翼，好啦，下次注意点。你浩南嗰类赚唔到钱啊嘛，大佬，唉，唔使玩啦，真系已经唔使玩，呢场已经输得啦，可以收皮啊！真系浩南嗰类，可能你浩南嗰类系黄标啊，基本上系好多黄标啊会。哇，好尴尬喎！佢牌仲有问题啦，火攻咗先拼都未迟啦，低 B 啊真系啊！你想拍片教我平常谈已经系啦，咁你平常谈系冇必要出片嘅喎，讲真。其实你如果真系点讲啊？你要出街拍片嘅话咧，你一个人系冇可能做到噶，基本上，因为你要有人帮你揸机啊嘛。最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我当你成条片，你一条友系扮演晒所有角色都好啦，你都要有条友帮你揸机嘅，你唔可以全部都系即系谂住放部。你真系谂住放部相机喺地下，或者放喺张凳度就得咩？即系你一定要有人揸机啊！唉，嗱一声死咗算啦，唔想神不难回系啦。唉，出埋啦！我话多谢 Jeff Fly 系啊，多谢你。好。即系而家订阅可唔可以上100,000已经唔谂啦，因为你基本上我自己都觉得冇乜特别嘅原因推动下咧，应该冇乜可能。系啊，即系个订阅数基本上应该唔会点升噶啦，我可以同你讲系啊，即系100,000就上到嘅，但系就唔系即系今年就未得啦，定即系你话几时上到答你唔到咯，即系上嘅上唔上到100,000，只不过系攞唔攞到个银牌咯，系咪先？你而家 YouTube 年尾都唔会搞啲咩，即系以前就话咩年，即系 YouTube 年尾会搞啲咩聚会啊嘛，佢即系你冇100,000系唔邀请你啊嘛。你而家都唔搞啦，你而家不如你与其想去 YouTube 嗰个聚会，不如入下世界佬嗰个春命好过啦，讲真系咪先？呢个世界真系识人好过多订阅，我同你讲。如果我拍夹公仔一定上到100,000，即系如果我拍夹公仔一定好爆，即系一定短期内一定上到100,000。啊！但系上完之后你都系冇乜作为。哇！
最惨我对电脑嘢又唔熟啊！如果真系你话，如果我熟电脑嘢，我就可以即系可以即系可以向呢个电脑硬件界发展啊嘛！但我又唔熟，咁冇计啊！真系冇计。你快啲强奸我系，快啲杀咗我系，唔该。唉，嗱声速度。好，咁大家就这样吧，即系大家照睇住先咯，睇下迟啲有冇啲咩转变咯。其实，即系有时又唔系话下下讲钱嘅，咁但系睇下，即系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搞咯。如果唔系，我都谂唔到啲咩可以转变啊。喂，多谢阿我呢个唔识读呢个音系点样发？阿斋定乜鬼啊？呢个系？DREW 好啊，多謝你啊，但系，唉，就系咁啦。呢排喂，呢排讲翻个新闻就系咩咧？即系嗰个细苏偷食嗰单嘢咧，屌我头！我之前睇个苹果报道咧，又话啲咩女 KOL， 搞到喺度谂紧到底系咪？即系十不相，我费事开名，我谂紧系咪迪迪或者系咩？即系我，因为我嚟嚟去去，即系我哋识嘅 KOL 得几个啫嘛。屌你点知？原来嗰个系嗰啲咩卖衫嗰啲，即系而家我发觉而家真系乜叉嘢都可以叫 KOL。即系边个？即系我发觉而家真系求其上网有个 account 就可以叫 KOL。即系我完全唔知乜水嚟，有冇人识嗰啲咩？即系嗰咩卖衫 KOL 嗰啲咧，黐孖筋。即系正等我以为系边鬼个，即系边鬼个啊？系咪即系费事讲名啦？喂，又系女犯，哎呀，张秀啊，揿唔到啊，拣唔到啊，顶！喂，多谢希特拉，吓、啊、生日快乐啊，多谢！我唔记得嗰个女人叫咩名添啊，真系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已经。即系好心冇乜差嘢都叫 KOL 啊，大佬系咪先？即系我自己真系完，或者啲场都系要拣我嚟搞噶，真系黐孖筋。同埋而家好似话唔系净系食一个啊嘛，好似即系嗰个细苏好似食过唔少女啊，好似话系啊，好似有啲即系一人人自危啦，系啦，好似到底系食过边个真系唔知啦。啊！又死咁，即系呢只 game 平衡性好差，我觉得而家呢个版，我觉得而家呢个版本嘅角线嘅平衡度好差，基本上你唔系艺国都唔使玩嘅啦。好啦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多谢 Jimmy Wong， 多谢你。好，咁今年生日大致上系咁啦。其实今年生日都算开心嘅，系啊，都算，即系起码都仍然好。好 touch wood 系啦，我哋保险成日话好 touch wood， 唔系 touch wood 好似系唔好彩 ，touch wood 系好彩定唔好彩啊？有冇可以同我讲 touch wood 系好彩定唔好彩啊？即系 touch wood 讲句系啦，即系总之好好彩，大家净可以有命喺度叫啊！多谢天下无双啊！咁好 untouch wood 得唔得 ？untouch wood 讲句真系好唔好彩嘅反义词，真系好好彩。好 untouch wood 讲句，我净即系净可以同大家喺度过生日，系啊，多谢生日快乐。系啦，你观众唔使提议啦，算罢啦，即系拍片方向咧，观众系唔使提议噶啦。即系学肥妈话斋，你咁叻你嚟煮啊，你咁叻你做嚟睇下，真系唔得嘅。其实我同你讲，吓、啊、即系拍片方向呢啲嘢唔使讲啦，我自己真系。即系有条友啊，揾个 friend 帮你揸机，屌你食有 friend， 即系你我有 friend 我就唔使自己一个人拍生日片啦，傻仔！你不如话有女就唔使打飞机，即系讲到好简单。你有朋友帮你揸机咪得咯？鬼唔知你阿妈系女人咩？就系、是、冇朋友啊嘛，傻仔！咁你使乜出粮俾你个朋友啊？去帮你揸机吓，免费即系拍膊头讲，免费你帮我揸机啊，帮我做义工啊，咁啊唔通？定系分翻啲钱俾佢啊！即系好多问题啊！即系唔系话诶搵条友帮你揸机，即系拍膊头咁啊搞掂哇！顶！即系有好多观众就系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即系佢我就话，所以观众唔使教我点拍片啊！因为你哋好多嘢，
你哋唔係話即係以為自己識就識嘅嘛，真係好多嘢唔係咁簡單嘅。咁佢幫你揸機，你俾唔俾翻錢佢啊？我就問翻你一句得啦，即係拍膊頭啊嘛，算啦。如果嗰個係你條女就得，即係如果係迪嫂迪迪咁啊，哇！迪嫂幫我揸機啊，唔該。咁啊，梗係冇問題啦，兩公婆。咁你個 friend 我都唔會幫你揸機啦，我幫你揸膠就得，係咪先？好啦。其实请食饭我宁愿节宴，即系如果我帮人揸机咧，我宁愿节宴啊！食咩饭啫？食饭又嘥我时间，系咪先？即系冇嘥我时间，我翻屋企一路打机，一路食饭，一路睇《刀剑神域》，唔好系咪先？即系有啲人系唔中意同人食饭，即系我就系呢种点，即系点解我冇朋友都 OK 咧？就因为我系根本唔使人陪嘅，我顶你，我真系唔想玩呢啲咁嘅组合。喂，多谢阿 NG Milk Mike，sorry， 唔好意思。好啦。请你食个包生日快乐，好耐冇食麦记啦，讲真，即系我唔系话因为麦记系咩又蓝又剩啊，而系我根本系极少会食麦记嘅，但系多谢你到嘅意思。咁当然食包就唔一定要食麦记啦。哇顶，唔记得洗牌啊 P K 啦，唉算，咁啊顺一下都唔系好过分啫，我觉得系嘛，即系顺你一下又唔系好过分啫，我觉得又可以接受嘅。哎呀，好笑啊！拆咗唔前咩下场就系死！哇，最初死者尼达，屌，总之有两张锦囊，我开集市啊！嗱，呢度同大家讲句啦，今日小弟生日咧系唔会 ban 人嘅，即系呢个天下大赦，所以大家平时对我有咩不满或者啲 hater 咧，今日可以尽情咁闹啦。今日我应承你哋唔会 ban 人。虽然头先先 ban 完，系啦，等下先，系啊，今日特赦，好啦，你信紧能够可以接受，哇，好彩冇搞嘅，而家开始咯 ，wing out， 大明大放系啊，竟然俾你识破咗我嘅阴谋，你知有时做人太聪明都系要死嘅。即系你猜，即系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喺古代咧，猜度君主嘅心意系一个大忌，即系等于你唔可以猜度上帝嘅谂法。即系作为一个基督徒嚟讲咧，你系唔可以猜度神嘅意思。你去估你已经系犯紧，你已经系犯咗戒条啊！即系如果作为基督教、天主教咧，你已经死咗啦。同你讲，既然俾你识破咗，我系想大明你，即系我对你已经起咗杀心啊！知唔知？等下先，乜有阴人啫，大佬系咪先？即系做君主嚟讲，做霸主嚟讲，最紧要就系、是、系啊，即系你明白？即系做曹操嗰啲，因为君主孙旭都讲过，因为君主系唔，即系君主系唔需要对一个平民做一个任何承诺噶嘛，即系佢哋嘅承诺系无效，因为我系皇帝嚟噶嘛，大佬啊，好啦，哇，玩完啦，睇下我刀剑而家睇紧第一季喎，我睇到15集定14集。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即系啲人话唔好睇，但系暂时未知啦。但系我其实有啲位我唔系好明佢讲乜嘅，但同埋我分，同埋我想讲《刀剑神域》啊，今季有一样好烦嘅嘢，就系佢哋每出招都要咩 sit down call， 跟住话咩啊，command 咁咩 command 唔 Q 嘅一点讲，即系佢每一次都要讲句 sit down call， after the bell deflect， 系啦咩 fireball。Sit up call, fire ball， 哇，劲烦！即系你啲日本仔讲英文已经唔正嘅，佢仲要每一次出招都要讲一次 sit up call， 系啦，劲烦啊！真系，可唔可以唔好讲，唔好再讲英文啦，唔打棒当。我想讲，即系你日本仔讲英文已经啲发音系好难顶嘅，佢仲要每一次出招都要讲一次，烦到你癫啊！同你讲，等下先，啊，之后不了，唔好咁快剧透啊！同你讲，我而家啱啱先睇到嗰个老太婆系点样变成点样，即系个老太婆嘅起源啊！啱啱先睇到，喂，多谢 Kelvin， 张飞当落舞蹈系啊？点解唔用铁骑啊？我想问下，佢唔用铁骑，咩送货啊？咩选货？咩叫选货？系咪有笔试？可能有笔试啊？等下先。
好。好冇嗱，我收佢皮之前，好俾你睇下佢个对白，食屎啊，死边缘人垃圾。嗱，真闹同假闹我系分到嘅，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死啦，好佢好 hurt 我啊，佢咁样闹我，我好 hurt 啊，我受到一百点伤，哇啲即系啲闹，而家我想话而家呢一代人咧闹人嘅机，嗰种语气系咪咁弱嘅？即系你见我平时闹人系真系。好冇霸气咯，咁样闹，即系完全你闹人，你讲粗口或者系闹人，系想俾你闹嗰条友系受到伤害，但系你呢种咁嘅语气，我完全系感觉唔到半点伤害，即系无论精神上或者系呢一个肉体上，我都受唔到任何伤害，系啦。佢开个 account 都系引刀求一快嘅啫。佢 setting 其實咧，即係刀劍個 setting， 你又唔使話太明嘅，即係你咪簡單啲嚟講，你咪即係總之你玩電腦 game 開個後台一樣啫嘛，即係佢啲指令可以直接開指令，即係 set， 即係你玩上古卷軸咁樣，你可以直接 set 指令咯。嗰個紫色老太婆就係因為係佢自己，即係佢作為一個有思想嘅 NPC， 佢咁啱發現咗啲原來英文嚟。即係嗰個世界有啲人以為有啲係咒語，但係佢竟然係發現咗係英文，而且佢每一個字可以拆開嚟解咧，所以佢咪可以開到後台咯。好啦，但其實我唔係太明佢嗰個分身嗰度嗰一個部分，同埋佢話嗰個紫色老太婆刻印咗自己嗰個位，我唔係好明。佢話唔知刻印咗啲，即係佢唔小心即係刻印咗自己係要遵守嗰個咩戒律，即係魔法禁書目錄。嗰、那個位置其實唔係好明佢講乜嘅，其實，跟住然後佢話自己嘅 memory 唔夠啦，就即係貼嗰個咩啊，嗰、那個咩搖缸唔夠，佢諗住揾個分身係將嘅記憶即係 share 過去，跟住個分身自己變咗嗰個管理，即係嗰、那個即係我哋怪蛋嗰隻四星嗰個 boss 啦，係啦。其實嗰個位置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分身係馬上有個意識嘅，其實，即係點解變咗成為一個副核心咧？呢、這個位置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因为当时我一路打手机 game， 一路喺度睇紧字幕咧，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哦，我死了，喂，多谢肥鸡。咁但系算啦，系啦，即系明都系其次，即系刀剑神力最紧要睇得爽咯，即系最紧要系唔使用脑咯，求其每一场打翻十分钟就算数，唔好烦。好啦。佢系备份，但佢有佢嘅权，佢有呢个管理者嘅权限啊嘛，同埋佢有咗自己，即系佢有咗自己独立嘅思想啦，已经。啊，拣咩好咧？喂，拣洛准都得嘅，都系唔好啊，拣翻校渊系最稳阵，即系用曹丕最惊俾人落。但星爆都勾啦，讲真，屌你星爆其实点讲咧？星爆其实第一季先好睇，即系但你第二季开始星唔星爆都冇乜紧要啦，已经系啦。同埋即系我而家睇紧第一季咧，佢嘅守护神系棵树咧，我觉得好冇瘾咯。即系人哋背后系弹咗啲英灵出嚟咧，跟住 Kido 背后弹棵树出嚟。即系你唔觉得个感觉好奇怪？即系你背后弹个阿斯娜啲出嚟都好啊，但系背后弹，即系佢背后弹棵树出嚟咧，你又觉得好奇怪？即系想点啊？系咪先？即系个守护灵，哇！我已经闪啦，你想我点啊？现在走是你最好。我已经唔卖血噶啦，大佬，咁都唔肯放过啊！哇，易死啊！哇！呢两个群头，我死都要带埋两个陪葬啊！话你听，哇！即死啊！各位，哇！我做过啲咩啊？我犯咗啲咩事？点解即系场场都俾人针对，系咩意思啊？呢个杀字系
哇！即系发生咩事？我曹丕，我已经唔卖血噶啦，咁都要咁都要搞，真系黐孖筋啊！黑房啊，其实应该系，因为正常张角应该垫翻放 A 嗰、那个，即系如果正常张角嗰个，你正常一号位放 A 咧，正常应该系垫翻一号位先啦，即系冇理由会垫二号位嘅，即系呢个行为系唔合逻辑嘅，我自己觉得吓。咪就系咁咯，系即系睇刀剑就唔使，即系唔好谂太多啦，即系睇谂唔明就算 Q 数啦，系啊，即系最紧要够爽快系啦。不过讲开又讲啦，喂，我想问我即系我而家先即系可能我而家睇刀剑之后咧，我先对嗰啲角色稍微有少少爱咧，但系已经冇得抽啦，我想讲系啦。即系怪蛋，我觉得怪蛋咧，即系怪蛋之前出刀剑嘅时候咧，我完全唔知呢啲乜水嚟啊嘛。但系当你而家先觉得好似，好似呢一个机友好似 O K 喎，但系而家已经玩完啦，冇得抽啊！啊，而家想抽都冇得抽，可能迟啲我睇完英雄学院之后，又对呢啲角色有爱嘅时候咧，已经太迟啊！哇！智者何存？哇！队友杀手啊，一系预吉咯。哇，唔系啊，重吉吓。我呢个球点解重间黑人问好、啊？重间头先发生咩事？我睇唔切、啊。二号位，体力值为三，体力值为二。点解二号位受到两点伤害？发生咩事？重间要扣血噶，等阵先啊！我唔系好明白发生咩事、啊，佢点为自己爆血嗰下，点解可以再扣多一下？呢下我睇唔明、啊，真系，我真系睇唔明白发生咩事呢、啊、下，有冇可以解释下？哇！即系场场都咁样点玩啫？吓、啊、你场场都咁样唔使玩啦、啊，喂！好啦，喂，其实暂时嚟讲咧，怪蛋系冇一只嘅，即系暂时未有一个合作，有冇一个合作过三次啊？除咗 Eva， 系啊，除咗 Eva。南蛮入侵，杀！一唔系回合外问题啊，但系佢点解扣到佢血啊？你明白？张绣嘅技能本身系唔扣血嘅，即系。系唔会造成佢而家嗰下令到典韦爆血嗰下扣多一血咯，我就奇怪呢一个系典韦扣咗血先嘅，我唔明喎，佢呢个结算好奇怪，即系佢嗰下结算结落典韦嗰个强袭度应该系好啦。张绣啊，理论上张绣同贾诩系珠联璧合啦，理论上系啦，应该。暂时未有，但系圣斗士都系两次啊嘛，好似四飞一白输两节，咁所以你话其实会唔会合作三次呢？你除非个合作系真系嗰套动画本身系 hit 咯，即系可以 keep 到三次咯。哆啦 A 梦诶，嗰啲唔计啦，屌嗰啲免费垃圾嗰啲，即系哆啦 A 梦呢啲垃圾唔计。哆啦 A 梦好似全部都系唔使钱噶嘛，好似我记得吓，即系冇一次系要俾钱噶嘛，哆啦 A 梦。好，吓、啊、刀剑个小说而家有牌啦，话刀剑个小说去到好厚噶啦，话多谢 Bosco 系啊，多谢阿黄宗泽。唉、哎、死咗算啦，都系一死谢天下咁样，喂唔系喎。唉、哎，死 Q 咗算，唔想玩啊！哇，俾 AK 去数啲投胎，其有时未必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系啦，即系我觉得。吓、啊，刀剑完咗唔系嘛？我感觉上即系如果我可以写刀，即系如果刀剑神力我可以写无限写落去，而理论上可以无限伸展嘅刀剑。即系除非系 Kido 搞大咗阿斯拿图嘅啫，如果唔系理论上呢个故事系无限伸展嘅，可以。
冇啊！即系纵使刀剑神域好多人闹啦，但系实际上佢都，我觉得佢算系一个轻小说同埋动漫界都算系一个经典嚟嘅，系啊！即系佢中意得嚟就系够中意啊嘛！即系刀剑神域嘅魅力就系佢够白，即系唔好话够白痴，即系佢就系点讲咧？够简单咯，可以咁讲咯。佢设定其实佢设定复杂得嚟咧，但系你又你哇呢、這个好危险喎、啊，呢、這个组合。即系判你另一本魔法禁书目录嚟讲，佢嘅设定系复杂得太紧要嘅，系即系你系好难明嘅。但其实刀剑神域本身个设计都好复杂啊，即系佢啲咩大佬嗰啲乜 Q 嘢啊，啲即系咩机器嗰啲啊，但系实际上你可以轻轻带过，唔使太明咯，系咪先？简单咯。但我都讲过，我对刀剑神域最不满就系佢嘅后宫开得太白痴。刀剑神域有个好大问题就系佢个主要主角系得，即系主要嘅男性系得 Kirito 一个。可能今季个基友啦吓，我唔知道基友嘅真正身份系男定女。OK。因为你永远即系全部女都系围住 Kirito 喺度转咧，你觉得好白痴咯，即系你觉得睇来睇去都系 Kirito。你其他你魔禁嗰啲有好多角色噶嘛，即系你有三个主角，跟住另外就有啲配角，即系配角之间都有啲感情线咁样先好睇嘅。你 Kirito 永远即系全部女都系中意佢嘅黐线。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小说啱啱开新一篇就话完咗嘅喂。啊！又话完咗。开源节流，做法余粮。刀剑不嬲有外传噶啦，嗰套食鸡咪外传咯。佢外刀剑食鸡嗰套可以有第二季，我想话小说有冇第二季？唔系嗰个好似唔系原作者写嘅，即系食鸡嗰套好似系嗰啲网友写，即系其他人写出嚟嘅，好似啊。但系唔系喎，嗰个咩尤利安，即系嗰个基友好多女冧佢嘅喎，即系尤利安定乜鬼？佢好似佢疑似中意爱丽丝，同时佢个红色头发嘅学妹又中意佢啊！大镬啦，直我唔中意睇加速世界，我都讲过，你加速世界咪仲白痴？你刀剑神域起码 Kirito 叫靓仔啊！刀剑世界一个咁嘅肥猪样黑雪姬会主动中意佢喎，大佬啊，好唔现实啫！我觉得加速世界最白痴啊呢样嘢，即系一个咁嘅肥猪，咁啊样都有咁多女冧佢，真系好唔现实，真系太会假得滞啊！大佬见到我叫我头，即系我见到已经觉得白痴啊！呢套嘢系啦。哇，唔系喎，但系外传 OK 嘅，即系刀剑外传，我觉得 OK 嘅，我觉得可以喎，我觉得可以喎，等先。呢个金蝉熟角嚟喎，讲开又讲。好啦，系啊，即系再讲会剧透，我都知啊，所以暂时止住先咯。马超其实马超杀唔到张超嘅，应该即系佢未必杀到张超嘅，应该的确。喂，多谢黄蜂托管。你点解唔开技嘅呢下？哦，但系攞刀我都杀佢唔死喎，点办？但系顺手可以攞冇蚀嘅呢张。哇！啲牌好肥。啊！呢、這个 OK， 呢个这波不亏。看我一招铁吉利孤独。哇！靓波。顺手牵引。我去。杀。哪里？大乔，一大乔一徐盛。请收下我的膝盖，交给你吗？咩见你弹多赚？咩叫弹多赚？我唔系好明呢个 term 系点解。哇！多谢梁，多谢 N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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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啊，多谢。好，我唔觉得加速世界好睇喎。加速世界，但系加速世界得一季啦。加速世界个节奏慢到好紧要喎，即系佢慢到 P K， 所以我加速世界动画我系唔中意睇嘅。
即系当年同期嚟讲，我系比较推介《刀剑神域》嘅第一季嘅，即系《刀剑神域》嘅第一季啱啱相反就系、是、快到 PK， 跟住加速世界个节奏就系慢到 PK。但两者比较，我系比较中意睇《刀剑神域》嘅。喂，多谢啊 Ender， 同埋多谢啊 Trin 系啊13 AK 仲喺大桥度。游戏人生麻麻地咯，我讲过啦，即系我唔觉得呢套嘢点解咁多人话神作啊？即系我觉得系一般嘅，我评价系一般。即系睇完之后冇乜感觉，冇乜特别感觉系啦。即系我唔会觉得特别好睇咯，但系即系你话系咪唔好睇啊？未去到咯。喂，多谢 M 啦 ，M。Emila 系嘛？龙傲天系咪个骨王？骨王嗰个直情垃圾添咯，套睇到第四季真系垃圾到爆炸。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去到异世界开外挂嚟讲咧，我会推介睇转身为，即系我关于我转身为世界佬的嗰套又唔记得，我唔记得名叫咩，我净系叫转身世界佬啦，系啦。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开外挂，我会睇嗰套多啲啦。你龙傲天嗰套根本就真系骨傲天啊 ！sorry， 我成日记错龙傲天，唔好意思，骨傲天啊，应该系即骨傲天嗰套嘢根本就垃圾添，我觉得直情系。啊，先唔好讲动画第四季有几崩啊，那个剧情我已经唔中意啊！即系大家，即系佢由头开挂开到尾有冇睇啊？我完全唔明。系啊，佢个设定我又唔觉得特别出色嘅，其实系啊，即系转身世界佬个设定，感觉上你会好似。即系投入多啲咯，感觉上系。你可识得此阵？啊！南蛮入侵。同埋嗰咩盾勇者，其实我有睇嘅。嗰咩盾咩卑鄙的盾勇，即系盾勇，哇，好难读咁样。盾勇者一套，我睇漫画呢套嘢，我觉得还可以系啊。但我对呢套嘢唯一嘅不满就系点解嗰个萝莉系可以一晚就成长，即系一晚就可以成长到去变咗大人。呢个扣好多分啊！呢个位置，即系主角咪，即系主角系收养咗，一开头咪收养咗个萝莉嘅，佢马上一晚之间成长咗，变咗个少女，搞到完全冇 feel 佢啦。即系明明萝莉可以好多发挥啊嘛，大佬，即系嘥咗个设计，我觉得系。雷莎，呢个华佗咧个麻烦友啦，点解诸葛亮换翻满嘅寒血？但盾勇者我觉得好 OK 嘅，可以即系我睇漫画，我觉得个节奏 OK 嘅，系啊，即系唔会觉得闷咯。但系我睇到元武个头俾人斩咗，真系冇睇咯。即系佢当年未更新，我而家睇翻应该都睇下佢有冇更新。我今晚睇翻先咯，系咯。天下熙攘，吓唔记得原先个名。喂，多谢 Kiner， 吓多谢你长期喺度啦，先。咁啊，仲有啲咩轻小说改编啊？我其实都唔系睇咁多日本漫画，讲真嗰句，我都系睇《高校之神》呢排。但《高校之神》个翻译好有问题，我睇漫画，佢嗰啲翻译真系好有问题，黐孖筋。佢个排版成系连续，即系重复咗两次，又唔知做乜鬼嘢。OK。所以有好耐冇咁期啊，因为其实你啲改编轻小说嘅漫画系好慢，即系例如《魔法禁书目录》咧，即系之前系打极都系打到修女嗰个位，黐孖筋，慢到黐线。即系动画都去到第三季咧，佢净喺度打修女啊，黐乸线。幼女战记麻麻地啦，即系我又真系完全唔系话中意萝莉控到咁嘅地步系嘛，老细。一听个名字都觉得唔正常，我真系幼女战记，即系听个名字都 feel 到唔系好正常喎呢套嘢。我多谢吉川春代，同埋太多呢啲咁嘅乜勇者啊，即系咩关？即系我转身到二区，太多呢同类型，我唔系好想睇噶。哇，乌嚟咁真真就龙爷啊！我把刀我一定要借到喎。如果借到把刀就毁天灭地啦，先。桃园结二，我哋熟个回四血噶喎。桃园古嚟抢山之后就龙爷，多谢孔子。
孔子你咪转咗头像啊？啊唔系，你唔系嗰个孔子，你系另一个孔子。啊，呢、這个唔够。喂，如果马超喐到就 OK 啦。呢、這个五谷质量唔错，头三张敢攞定我哋自己立晒，去攞顺手，用和三思。哇唔得，我冠石重复咗，但系我三，因为我三佢重复咗。觉得转身世界佬，唔系啊，我之前嗰套我又唔记得咗，有套转身系动画做咗四季嘅咧。个主角系戴眼镜嘅，即系 online game 啊，类似啊，我唔记得套，我又唔记得套叫咩名啊？有冇人记得？有套即系有套好几年前噶啦，都系即系讲 online 世界又系啲人出唔翻去咧。个主角系戴眼镜，好阴湿嘅。嗰套嘢我又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地平线啊，系啊，地可唔可以叫地平记录的地平线啊？喂，套嘢有冇？呢套嘢仲有冇噶？想问一下，佢未出完啫。呢套嘢几好睇喎，真系。即系起码佢动画睇咗四季，我都觉得唔错喎。呢套嘢离线系咩料啊？都两季嘅咩？吓、啊，我记错咗，我记错四季，我可能我记忆出现咗混乱。我觉得以二世界嚟讲，呢套嘢设定都几好啊。佢呢套嘢。因为主角嗰边系冇开挂噶嘛，即系起码开挂开得冇咁夸张啊，即系感觉上个势力系平衡啲咯，你会感觉，即系唔似话转身世界佬嗰啲咁矛啊。其实转身世界佬都好矛噶，基本上佢又食咗暴风龙，佢体内有即系有大贤者有暴风龙，佢自己嘅老婆又系个魔，即系又系大魔王咧。根本其实转身世界佬都系屈机啦。不过其实佢俾我感觉上冇骨傲天咁黑人憎咯，即系骨傲天系黑人憎咯，直情系啊！世界佬真系屈机，佢基本上系，但你见到佢由即系佢由最开始即系一手一脚慢慢 build up 一个魔王城，你会觉得系即系你睇住佢点样成长咯，可以系，即系感觉上都有啲人性化咯。但有啲人话个嗰啲奸角后期好黑人憎，我唔知系咪啊呢个系即系后期啲奸角系奸得太过黑人憎。哇！唔知道你咪想死，但我都照 ban 三啖秒先系啦。妙手人心，啊！佢整嗰把刀 ，shit！ 我想问下世界佬，即系转身世界佬第二个动画好唔好睇啊？我冇睇过动画，系啦，睇下先，后期睇到喊。哇！继续啊，马超，哇！哇！佢六张牌流嚟到下年，喂，你唔好乱嚟，喂，冷静啲啊，大佬。哦，姐姐要收手啦，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系收手啦。动漫 OK。天有不测风云，谨慎。嘅歌舞蛇我可以攞。谂下先，你又俾时间思考先，唔好意思啊。因为第一下要出借刀先，其实都冇用。我借咗刀咧，其实都系依家第二张牌嚟嘅咯。借刀杀人，骑驴骨朵，威震慑敌。都谂下点打先。其实呢个位要秒咗华佗先嘅，应该。而家第二张牌上嚟冇用，我一定要上咗呢张先咁就。俾佢啦，佢啲牌要多啲冇所谓。华佗，顺手牵引。哦，靓牌喎，好噃。等下先，呢度要集中少少打埋先。哇，你个阴湿怪！连锁连环，上埋张五六剑。我惊佢有闪啊，所以我直接打华佗。
但系诸葛亮播诸葛亮打华佗，跟住孙游会唔会有佢？问题话佢唔打啊，就成。船到桥头自船到桥头自然直。一上翻上翻把刀俾呢一个，俾阿赵云，跟住掉两张牌嘛。啊大，哎呀白痴仔啊！唔记得左右二张啊？点解你冇人提？哎，佢要啊！白痴我唔记得咗有二张啊，唉算啦，不过好啦，世界佬最尾已经超越咗神嘅实力。其实我有上维基睇过转身世界佬嘅世界观设定嘅，好复杂嘅其实，即系佢有佢哇暴走喎、啊、呢个大乔咩事啊？即系呢个心理质素唔够强就会咁样暴走啊！死，我而家打我一韩国漫画睇紧几套啊，但系开个 app 先睇下先。喂，其实即系神之塔我睇完啦，个作者仲未更新啊，顶！六月到而家个作者有病啊，即系我而家睇紧汉年汉面时代女神降临高校之神，有一套嘢叫潜在反啊，有一套嘢叫潜在反啊，啱啱新出嘅系啦，即系讲一个变以为自己系变态佬嘅主角咧。去到一个公寓之后，发觉原来全栋公寓都是变态佬嚟，系即系全部都系杀手嘅。啲画风几得意，我暂时系咁。其实讲真的，你斋睇韩国漫画咧，有排睇嘅。即系我唔系话特别要推广韩国漫画，只不过反正个 app 又唔使钱，即系佢个网系唔使钱。嗰、那个咩叫 Webtoon 啊？唔识读。我等好，终究老矣。点解唔火攻下？可以投降啦，嘛？动画几好，转身世界佬第一季动画个最后讲到边度啊？我想问下，即系去到，我想问下转身世界佬嘅动画第一季系即系个结尾去到边啊？奇谋良策，绝技天下。基本上马超一喐嘅话，华佗可以收皮嘅啫。哇，撞马，教班细路咁都。都算是 中期，即是漫画的中后期咯。漫画的中后期应该是。即是那个什么迷宫妖精，迷宫妖，那个是迷宫魔王啊，那个是。那个魔王刚刚出来啦，那个很细粒那只。OK。屌你！你马超就直接剁落去啦，火咩攻啊？嘥时间啊！真。若愚若智，智与我。日向而家漫画都未打到日向啦，大佬！你又呢个系虽呢个严重剧透，你又想讲？好彩睇，即系好彩自己上维基睇过。阿四，你要知道日向其实好后期嘅啦，已经系。等下先，两张。哎呀，出错牌啊！顶，我出错牌喺度，因为第四张。骑驴骨朵，威震慑敌。等下先，打埋喺度先。呢度又啱啱记错牌啊！顶，我挂住呢个又系赖挂住讲嘢啊！真出错牌。世界佬杀两万人嗰度其实麻麻地啦，即系呢、這个佢呢度讲紫苑复活咗冇几耐啊嘛。不过其实呢一类作品有太大问题，就是对手太废啊，即系太弱啊对手。即系嗰啲魔法，即系对面嗰个魔法师冷劲咁样，点知对住个魔王两嘢收皮。好。投降啦，有乜好打？咁都打嚟做乜？都输眼噶啦，系咪先？呢个情况都唔使打噶啦。燃烧吧！小说大把啦，即系大把。你即系我睇到嗰个位，其实世界佬应该打唔赢自己老婆，即系嗰个大嗰、那个魔嗰、那个而家佢个老婆俾人控制住啊嘛讲。不过其实呢套嘢太慢啦，呢套嘢嘅漫画系月翻嚟嘅，即系一个月得一期，所以系劲慢。但系即系 hea 睇咯，其实即系陪人隔一排，我咪去个网嗰度睇下出咗未，未出咪由佢咯，唔 Q 睇。
唉，鬼滅之刃漫画完咗之后，而家冇嘢睇啦。唉，有冇介绍嘅？鬼滅之刃咁好睇，系咪先？完咗咯。又话鬼滅之刃，鬼滅之刃又有呢个番外篇嘅，点解即刻仲未有？即系呢个现代番外篇，喂，好剧透紧，算啦，真系唔好讲。啊，再讲剧透，虽然其实都唔系剧，佢结局根本都唔关事啊，我觉得即系鬼。即系鬼灭之刃个结局根本都唔关事，不过算啦，费事剧透，费事剧透啦。好，七大罪完咗啦，七大罪呢啲乜垃圾，即系呢套七大罪同妖美可以有得一拼，我觉得。即系呢两套，我七大罪同妖美呢两套嘢可以有一拼嘅能力。哇！呢个张飞癫咗，哇！哇，靓牌啊！真系可以出到，可能出到五张牌喎。佢又唔肯投降喎，冇计喎，大佬。即系佢又唔肯投降，咁可以点啊？我出唔到五张牌喎，顶！喂，你一系投降，一系抌波，即系冇抌波中啊，大佬！好，雕虫小技，而家同边个讲嘢？呢条系精神分裂。休教天下人负我，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若愚若智，哇！基本上一下杀你，求其摸张杀赢咗噶啦。请叫我英雄有睇，但系呢套嘢我觉得麻麻地咯。呢套嘢我有睇，我不嬲有睇漫画呢套嘢，但我唔记得咗我自己睇到边啦。即系我肯定睇得远过电影版，电影版就请叫我英雄嘅，我肯定睇得远过嗰个好多。即系我呢套嘢还可以咯，但系当时我睇到最新嗰期，跟住之后就冇睇咯，跟住隔咗两年啦，已经系。另外有一套漫画讲核爆嘅，即系核爆完之后有班学生妹嘅嗰套嘢，佢唔知系定期会有啲黑水嘅，我记得套嘢，但我唔记得套嘢讲乜啦，已经唔记得晒，都唔知系咪都可以完咗未？有套嘢我唔记得咗添，我真系唔好睇，好似几好似五六年，好似完咗啦，好似五六年前，好似烂尾啊，我记得啦，烂尾啊。即系咪有一套嘢系讲核爆完之后，即系嗰个。世界媒體合拍，唔到唔知系合拍啊！总之系讲有个女主角系黑长直嘅，好似系。但嗰套嘢好似临尾个结果烂到 PK 啊！可能就系因为太烂到我自己拆除咗我自己嘅记忆，我真系唔记得咗套嘢讲乜啊！同我之前有推介过一套漫画嘅，哇，系好有啲料到啊！再研究多次个记忆，但系佢配元宵系废嘅，我想讲。其实许普元宵是废的，完全是点用啊？我想问一下喂，点搞啊？而家我想问一下呢两条友可以点样配啊？我想问，可以我可以怎样做啊？你对与其势力相同的角色中体力最多，我明啊！第一个技能是我明。你对雨琦咁喂咁好白痴嘅，其实呢只系零配合嘅，讲真废嘅，鬼唔知咩？你配李国嗰啲都得啦，但系问题你配袁绍真系企喺度嘅，即系企而家真系企咗喺度嘅，讲真。同埋即系佢可以打到群雄嘅，即系如果配你袁绍射中我咧，我俾张牌你，即系然后系打群雄嘅，体力最多且不少于你。哇！咩叫体力最多但不？哇！呢啲中文字都睇到头痛，即系一定要多血过我啊，且不少于你。睇到即系如果我四血嘅话，佢唔系，但系当我受到伤害，即系三血，即系如果系四血可以扣。哇！真系睇到头痛咩，大佬？唔记得咗咯，黑水嗰套嘢完咗，但系我唔记得。我就系记得个结尾系烂到冚家拎，即系个闹，即系留言喺度闹爆个结尾，即系烂尾烂到黐线。
佢呢一类咁嘅悬疑作品咧，你临尾个结尾解释得唔好嘅时候咧，另外有一套烂到 P K 嘅咩《逃离伊甸园》，呢套嘢真系十年后都仲记得啦。有几多人有睇过咩《逃离伊甸园》？哇，个结尾烂到啊，扑你啊，俾人腰斩啊，因为啊呢啲系烂尾神作嚟，我同你讲，一定要睇啊，《逃离伊甸园》个开头系几好睇嘅。即系嗰阵时咧，未有咁流行呢啲咁啊！突然间去第二个世界嗰啲咁嘅漫画咧，一开头加上《逃离伊甸园》，一开头死人嗰啲画面，即系俾人哋分尸嗰啲系，即系嗰阵时睇啊，细个睇系好震撼啊！但系哇，跟住越睇越唔对路啊！先，跟住你睇到中间开始觉得剧情好似有啲拖啦，亦即系好似系咁拖剧情，跟住喺哇，跟住临咩腰斩嗰几话真系精彩啊！系啊。真系黐线嘅，嗰个真系仲夸张，超夸张就系喺度 O 嘴啊！大师，OK。洛恩战士我有睇啊，但系我唔记得我睇咗啲乜啦，已经。洛恩战士我唔记得我睇咗啲乜啦。系啊，我有睇过，但系呢套嘢我已经唔记得晒，我记得开头嘅剧情咯。即系主角中意嗰个女仔系俾一个即系长头发嗰个马佬搞掂啊嘛，好似系。跟住我就已经唔记得晒咯。好啦，嗱，我觉得有套嘢系几好睇嘅，可能如果未睇过朋友可以睇一睇嘅，即系你嗰套嘢叫咩啊？《弥留之国嘅爱丽丝》系嘛？我冇记错呢个名，系咪《弥留之国》嘅？呢套嘢完咗，呢套嘢烂尾啊！我提醒你先，呢套嘢系烂尾嘅，但系我觉得佢开头同中间佢个世界观嘅设定系 OK 嘅。吓、啊、呢套嘢系即系类似系玩嗰啲黑暗游戏，即系例如系玩输咗系要死啊或者点嘅。所向披靡。吓、啊，但系呢套嘢我提醒你，佢系烂尾啊。OK， 佢虽然系烂尾，但系扮艺角色，吓、啊、扮艺角色。好啦，有红乱唔使玩啦，有红乱真系玩晒啦，有红。你有红乱加多加个华加个颜良文丑，你玩晒啦，大佬！好啊，果然成功骗取咗呢一个，依家出嚟射喎，讲开又讲，我成功令到曹丕以为我系魏国。俾牌去扣女，但系佢少血过我，唔系佢多血过我先扣到。你对与其势力相同的角色中体力值最多且哇好彩死到，其实佢唔使死要谂谂下，哇变身变个靓身先，哎呀佢唔死就好啦。箭如雨下，快哉快哉！啊，没想到吧，没想到吧。呢、这个重建真系冇乜用啊！唔系喎，孝光你咪可以重建咯。将不能失勇，正喎、啊。不可无劫。喂，系重建啊！喂，系喂，多谢思豪先。魔王不识人，哎呀，史乜春啊！佢光年，佢光年咪可以重建咯。朝弓箭进。大哥，屌你喎！喂，死一只啊，潘当。喂，死一只得噶啦，你唔好话。当多的，哎 ，OK，OK。成大事者，哎呀，射咗梅花啊！点解你哋唔肯死咧？你哋唔死咪，你哋唔死，魏九赢噶啦！竟敢伤我！哇！咩二号位啊？哇！干死自己了！佢而家许多问好啊，唔知发生咩事啊！大家都突击自由。你早啲干裂我咪好咯？呢度扣几多血啊？两哇！哦，发烂渣托管，黑人问好，咩杀戮都是烂烂地。A 咗啊！梅花我一开头唔系 A 梅花嘅咩？我一开头唔系 A 咗啦咩？黑色，我记错定点啊？由佢啦，而家纠结都冇用。咦？我冇 A 到咩？梅花，我记错咗啊！哇！多谢货金难改，算啦，输一场半场。I don't care。
你竟然讲杀戮都市烂烂地啊？有冇人觉得呢句嘢好有问题？有冇即系你知唔知问题喺边度？即系佢话杀戮都市好似烂烂地，你知唔知呢句嘢问题喺边度啊？即系等于有人同你讲死神呢套嘢好似烂烂地，佢根本由头到尾烂到扑笃啦，大佬咩叫烂烂地啫？根本成套都系垃圾嚟嘅，烂烂地喎，黐线啊！即系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系烂到。人哋卖金者言都系金玉其外，败水其中啦，佢系败水其外，败水其中添啊！直情系，即系除咗个开头，即系杀戮都市，除咗开头系几好睇之外咧，个中间开始嘅，佢个作者都唔知自己写紧乜喺度。我同你讲啦，杀戮都市呢套嘢嗰个作者咧，我睇咗佢好多套嘢噶啦，佢唔系第一套噶啦，已经。佢唔系第一次啊！同你讲呢套呢条咁啊，呢条咁啊，呢条咁啊，有咧根本系冇呢一个编剧嘅才能，系啊！即系可能佢画嗰啲女角，你觉得 OK 啦，即系有个大波女明星，但实际上呢条友啊，作呢条友编剧能力系垃圾嚟，根本系啦，即系完即系好心去好心去，好似阿爆漫咁样，即系搵翻个 partner 啦，即系一个负责作画，一个负责系。是编剧，但系佢啲剧情因为乱嚟嘅，乱 Q 咁嚟嘅，根本系咁样做乜嘅？你睇到后面都唔做乜？好啦，急急，其实睇下家唔上数，一下家好大机会，唉，尴尬啦！而家真系 I'm fairly 尴尬先。哪里？系啊，死神去到斯云界为止系好睇啊！我讲过，即系死神去到斯云界，火影去到中忍考试 ，One Piece 去到两年之前，即系呢三套嘢呢个位都停喺呢个位都属，我觉得停喺呢三个位都系属于好睇。咁当然有人话 One Piece 而家好睇啦，咁但我唔知啦，而家去到白星公主我弃咗坑啦。即系呢几套嘢去到呢个位，我觉得都算系一级神作嚟嘅。第一过咗呢个位之后咧，呢三套嘢开始暴走啦，即系你火影过咗中忍之后已经开始暴走啦，即系一日到黑系咁追佐助，追到即系追到后边忍者世界大战，都唔知系讲乜啦已经。即系你 One Piece 两年后已经换到啲人走 Q 晒啦。好啦，喂，多谢 ET 大个仔。大雾为人又系垃圾嚟嘅呢个，即系大雾为人去画翻 H 漫算数啦，唔好搞埋晒，即系你唔好。你即系大雾为人套都系唔知做乜嘅，即系呢个咩啊？死啊！佢嗰套叫咩？即系咩飞轮少年呢套之前嗰套叫咩？死啦！好出名，天上天下好似，可唔可以叫天上天下？即系你除咗啲画靓之外咧，你个故事系唔知系讲乜？咁真系讲乜？即系飞轮少年好地啊！开头明明我睇得明嘅开头，去到后期开始咩读秒啊，即系咩要计时咁，真系你已经唔知系做紧乜嘅啦，根本。你根本除咗睇女之外，你系冇嘢睇嘅。天上天下又睇到你唔知做乜嘅，真系呢啲垃圾嚟，同啲漫画界嘅败类嚟，我同你讲。就系呢啲，因为人搞到呢个日本嘅漫画界搞到系冇系，搞到俾人歧视嘅话，你听。好啦，飞轮好睇，你劲咯。咁你觉得飞轮好睇，天上天下你都觉得好睇，因为你嘅智力已经去到 IQ 200啦。相信你睇得明嘅话，我觉得。好啦，都唔系嘅，龙珠打思路都好睇喎。sorry， 龙你话龙珠打完飞，我觉得龙珠打思路都算，即系去到打思路都仍然系好睇嘅。当时你知龙珠最红唔系打飞利，系打思路嘅。当年，你哋而家睇，你哋而家呢个年代睇龙珠系睇重播啊嘛。我哋哇系，我哋嗰个年代睇龙珠系真系跟住佢更新嘅，每一个星期更新。系啦，即系其实打思路系好睇嘅，即系好激战嘅，即系讲佢吸收咗17号之后，即系见到18号咁样吸埋，好惨啊！觉得系啦。哦，但系打布欧已经唔好睇，已经唔知做乜，已经都唔知系做紧乜啦，已经噶啦。笑而不语啦，龙珠超后期好睇，即系打年代唔同咯。即系咁咩蓝头悟空啊，咩桃红悟空，哇，好型啊！放箭。即系见到呢啲咩蓝又桃已经唔想睇啦，系啦。对于我哋嚟讲，萨亚人嘅头发只系永远都只系可以黄色嘅，同你讲。系蓝尾色就5分钟爆炸，但系可以拖成几个星期，黐孖筋。
佢咪佢当年有嗱，当年呢个问题咧，即系嗰个年代咧，龙珠嗰啲动画系好拖嘅，好多人投诉嘅，其实哇，大群都俾佢玩死。佢其实有解释过点解龙珠嗰啲动画剧情咁拖咧，因为其实佢有讲话，多谢阿 Cam 阿 Kim Lam 系啦。因为其实你自己睇翻龙珠咧，佢每一话咧系由头打到尾啊，全部都系动作戏嚟嘅。咁佢当时嗰个动画制作人有解释过咧，如果你不如你将鸟山明今期龙珠嘅嗰期咧改成动画嘅话咧，其实系一分钟已经讲完噶。所以你会发觉点解龙珠嗰啲动画系咁拖咧，即系个打斗场面重复又重复，系咁重复啊，死亡死亡要打咁耐。佢就是因为根本鸟山明嗰条友嗰啲鸟山明嗰阵时嗰啲打飞利啊或者打思路咧，即系咁死磨死咪啪啪啪啪啪咁样，咁你冇内容噶嘛，大佬你冇对话噶嘛，咁你要改成动画你系拖唔到咁耐，咁所以佢哋咪唯有系咁将同一个动作系咁拖咯，拖即系咁打，但系打足十五分钟，但系冇内容嘅基本上，呢、這个就系当年点解龙珠有咁啊话呢、這个都亮出嚟搞搞佢啊先。如果呢个位置我收到曹丕阿爷，都唔使标啦。如果我收到曹丕阿爷，别再做无谓的挣扎啦。喺佢冇，佢似乎冇图。如果呢日我失败嘅话咧，我就决斗自杀。别再做无谓的挣扎啦。哦，竟然系雕虫小技，让两张杀，即系我决斗曹丕一定收皮啊！独上危楼，诶，风雨，举杯邀饮，即可救你，还真是寂寞。系啊，即可救。哇，你咁多图点同你玩啊？咁冇咯，咁我哋全部都要收皮，呢个大师就太天真。好啦，已死啦，不过大群变咯。当年 exam 即系逢星期三考验你啊嘛。但系呢度，咦？但系唔系群雄未崩喎，群雄即系奇谋良策，绝技天下。只要假虚唔死嘅话咧，假虚唔死嘅话，其实一个乱舞啊，死全家噶咯。呢场有得赢嘅呢场，其实群雄未崩嘅呢场。英雄难过。五星物语我冇睇啊！呢套嘢系号称史上最即系连载，即系拖系最长。我唔知应该话连载最长定系拖得最长啊！同埋有套叫咩强直装甲嗰套嘢，而家都未完噶嘛，好似嗰套嘢我有睇嘅，其实但我已经唔记得晒剧情。咩强直装甲卡巴拉定卡拉巴唔 Q 记得啦啊！呢套嘢系而家都正连载紧啊嘛，好佢系真系劲喎呢套嘢吓。所以我而家完全唔记得晒个剧情讲乜鬼嘢。好，呢套嘢有冇动画啊？强直装甲，你知道讲边套啊？照计呢套嘢应该好多人知系嘛？强直装甲咩？卡拉巴定卡巴拉唔 Q 记，睇下即系咁上下啦，系啦。有动画呢套嘢竟然真系唔知喎？点解完全？好似有，好似系有，系有。唉，废话少讲啦，你自己都识讲怨妇啦，佢有咩资格做个嘉宾啊？啲嘛垃圾，得个十几万订阅，系咪先？你知唔知咩叫香港最 top 嗰班啊？我想讲，即系呢个几万订阅，你凭咩上我生日 party 啊？低能，我继续。OK。不过刀剑神域应该够我睇，我谂够我可以睇个零礼拜嘅两季，应该挨到嘅。睇完刀剑神域再谂下睇，到时再谂下睇边套啦，系啦。因为其实睇动画好烦嘅，睇动画咧，你又要你每隔一秒左右，你去望一望啲字幕咧，
但有时你会，有时即系譬如你一路打手机 game， 一路听咧，你有时发觉自己好似听得明啲日文嘅喎，唔知点解有咁啊，有即系你会有一个错觉，系你好似听得明佢讲乜嘅，但实际上你肯定听唔明个日文嘅。但系你即系你有时一路打手机，即系有时可能望漏咗一次一句半句，你好似听得明咁，你会有即系我唔知道你睇睇动画有冇呢个错觉。V 零好睇，我完全唔觉呢套呢套嘢 V 零，我觉得收皮算啦，系啦。即系其实 V 零最黄金个 V 零最黄金个时间过咗啦，佢拖咁耐先出呢个第二季。即系讲真，当 V 零嘅第一季有冇三，应该唔止三年添，我记得。即系当时 Quest FIFA 有合作噶嘛，我记得好似都最少两三年嘅啦 V 零。即系个热潮冷晒啦，已经而家先出。刀剑好女，黐线黐线 ，Kilido 从来唔会令我失望咯，话你听。佢只要够武咯 ，Kilido 够武咯，我得啦，系咪先？乃我大汉立国之本。好啊，啊，迟啲睇埋巴巴托斯，睇埋高达套巴巴托斯算啦。虽然明知都系中伏嘅，大家都睇埋算数，佢唔亮都照出。呢个刘备真系乱嚟。飞睇啦，睇漫画，睇漫画，你 SGO 嗰啲都系睇，你都系想听声优嘅啫嘛，大佬，即系漫画不了啦，不了不了。唔关整得好唔好事喎，你主要睇剧情嘅啫嘛，即系你个剧情系 OK 咪 OK 咯。同埋 V 零嗰个主角唔讨好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其实即系第一，即系 V 零嗰个主角，即系后期你后期点样好系一件事，即系你前期系好唔太唔讨好咯主角，啊太下真系太过令我唔想睇啊，所以好多因素之下都系放弃。哇，无中生有，可能真系要勇和三思。一场要亮啊，一场。喂，你又保下我啊，孙坚！好，同埋佢即系基本上，你就系睇第一季咧，佢系冇解释个男主角点解去咗异世界，即系佢好轻描淡写话佢突然间出现咗一个异世界，即系佢当然最后一定要解释咧呢样嘢，但系佢起码佢完全系冇提过呢一即系。佢第一季完全冇提过任何呢一个关于呢一方面嘅线索，即系到底你俾人召唤过咗去定点咧？即系呢样嘢系完全冇提示过，都要咁多装备做乜春？唔够牌添。如果我打三号位三先去，我发觉我唔够牌。第四完咗，最后嘅梦幻岛，我睇到中后期，我唔想，我睇到佢哋俾人捉咗去咩啊？嗰个咩游乐场嗰度啦，即系又玩食鸡咁样啦，我冇睇，我呢套嘢根本都唔好睇，我觉得。即系我系最后，即系最后咩梦幻岛嘅约定，定最后梦幻岛啊？你咪记错啊？即系呢套嘢，我觉得根本系开头，即系开头逃离孤儿院嗰度都还算好睇嘅，但系逃离咗孤儿院之后咧，已经完全唔好睇咯。吓、啊，即系基本上嗰个作者 carry 唔住，因为你最开头即系最咩，即系梦幻岛的约定，我真系唔记得套嘢叫咩名。即系开头你会即系开头觉得好睇，因为你系悬疑到底嗰个院长到底系好人定坏人，定系有啲咩目的咧？但系当你逃离咗之后，你觉得完全唔想睇咯，系啦，已经唔想睇落去。约定梦幻岛咯，类似系咯。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哇，熟角真系渣熟，即系三个仔聪明，系啊，即系嗰套嗰类似啦。佢最大卖点系本身系讲悬疑，一开头逃离嗰个孤儿院系讲悬疑一样嘢啊嘛。我睇漫画，我强系即系你话咩睇完第一季，我系睇漫画，所以我系哇
我系睇到比较后期咯。呢场有机会大大唔觉嘅，但系而家咁样大师量埋咧，咁样咁啲人就一定集火唔觉先嘅。其实你好少话真系有一套嘢系由头好睇到尾咯，即系讲真嗰句。即系无论日剧定系日本漫，即系动漫都系，即系开即系日剧又系咁，开头开得好靓，即系虎头蛇尾，跟住个结尾系你越睇系越唔对路。喂，多谢某新，货过生日加 thank you。哇，呢度难打，三打三，其实如果三打三打得到啊，但系我哋冇控场就唔够打，因为加上有貂蝉系。佢今场个貂蝉唔算难打噶啦，吕布加貂蝉，但系冇大乔啊 hold 唔住啊，我觉得 hold 唔住嘅。命运石之门我唔算难嚟喎，命运石之门冇乜大问题，我觉得。近排冇啊，我之前睇完木村嗰套咩要人 B 之保护，即系 body guard 嗰套，跟住就冇睇咯。我系见有木村我先睇嘅，同埋。孙坚咩主将唔方劲咯？如果佢有主动技，佢亮咗啦，即系一定有啲废将嚟，即系我觉得系吕蒙之女添可能。打万四可以亮啦，咁就要打死一件先。哇，咁快嘅，我未谂完，我唔系有第二行嘅咩？沐浴人心，大镬啦，我未谂完啊！去走边个？吓、啊，你个名字我唔会读啊，傻狗，多谢你到你。半集未睇，半集而家我谂住等，我通常习惯等完咗先睇。即系半集直树我未睇呢套嘢，哇！怨恨都 OK 嘅，你睇日剧睇漫画先两。怨恨咯，我系睇咗漫画先嘅，跟住就去日剧都廿几卅年前嘅，个女主角几靓，几即系唔好话靓嘅，个女主角几有气氛，我觉得漫画怨恨咯套日剧系 OK 嘅，你可以睇下，佢其中扮毒男嗰个系几似，我觉得扮得几似，佢其中有即系怨恨咯本铺咧，其中有一个角色系毒男，好劲，嗰条友好劲。佢日剧嗰个演员系扮得几似，我觉得系佢扮得几好。我头先我想决斗佢，点知谂两谂已经似咗添，唉大镬！佢应该唔敢放男。谂下先，诶佢都 jam 机喎。我呢个长嘅，呢个长嘅时间系比其他地方短嘅。嗰个怨恨屋嚟咩？个打烂电脑嗰张图，我一直以为系个咩？另外一套丧尸，即系个作者已经死咗嗰套作品，我唔记得叫咩名。即系只系个胸部可以避开追击枪子弹个肚，哇！孙尚香，即系你哋早几年咪有张 GIF 图咧，系粒子弹喺嗰条女两个胸部揈罗揈去之间穿过去，嗰套嘢叫咩名啊？好啦，系啦，学完密室录啊！我一直以为话你唔知道我系边个，系学完密室录嗰套嘢，原来系等下先，即系如果你知道我系边个，你一定唔够胆串我。纵横捭阖，自有制衡之道。恩基一定杀唔到。杀。等下先。北有美姬。呢度唔出唔得啦，呢度实在不能够再忍落去啦。佢有孙尚香，我哋唔惊；有孙尚香防到貂蝉。OK， 系啊，作者死咗冇计啦，即系个作者病死咗，好似系学完密室录个作者，所以呢套嘢冇办法，呢套嘢叫断尾咯，唔可以叫烂尾啊。咁重口味好少睇，唔学完密室录其实唔关事，其实学完密室录咧，其实你以为佢系咸湿嘛，其实唔即系当然佢有少少咸咸地，但系实际上套嘢都系讲点样逃离嘅，其实。
只不过是动画特别夸张了，他动画那个位置是夸张了的，在两个空之间揈过。哇，他有角无邪，我顶。地狱少女我觉得可以看咯，地狱少女但后期都是咁重复的啦。即系地狱少女，其实我你当单元剧咁睇系 O K 嘅，但系 你基本上读地狱少女有个问题就系佢后面多数你都会估到个发展一定系受害者宁愿落地狱都要整死佢，即系一定噶嘛，基本上呢个系平行天堂，我唔知我睇咗套系咪啊，唔肯定。即系有一套动画系讲有个酒保，男主角系酒保嚟嘅，啲人嚟到男主角嗰个酒吧，原来即系基本上有啲人已经死咗啦，系啦，即系入，即系类似系入地狱之前最后嘅审判，到底你上天堂定落地狱咁样。即系通常每一集有一个人去到个酒吧噶嘛，佢开头唔记得咗发生咩事，跟住慢慢谂下，原来自己做嗰啲咩，类似系咁样咯。我唔记得嗰套叫咩，系啊，死亡游行啊，嗰套嘢叫。好多年啦，呢套嘢都几年啦，呢套嘢还可以啦，系啦。呢套嘢觉得都几有OK 咯，即系唔系话特别好睇，啊，即系唔系话特别好睇，但系我觉得呢套嘢睇，即系你可以当系一套剧情咁样睇咯。愿不愿意？平行天堂咁肯定冇睇啦，我觉得好人好者点会睇《X 漫》啊？讲真，有真人有 A V 唔睇睇《X 漫》傻啊咩，大佬？不起，吾等地狱机制敌。佢明闪喎，屌唔得。因为佢呢牌系我啊嘛，我知道佢有闪。喂，多谢 Jason。沐浴人心。好。屈辱受极。哇死啊！大师嘅位置死对我哋好不利喎。佢最惨换咗，唉死火。佢换咗我张无邪俾吕布啊！咁我自己建议大家咧，即系再次推广啦，即系唔一定要睇日本漫画嘅，其实韩国漫画已经发展得好劲噶啦。建功立业，风起英姿。即系其实韩国漫画咧，如果你肯接触下咧，你会发觉好多题材好新鲜嘅。喂，有冇图啊 ？OK。火攻。系啦。即系如果你系唔惯韩国漫画嗰啲画风咧，你可以试下睇嗰啲单元恐怖漫画先咯。即系你习惯咗个画风，你就觉得好睇噶啦。哇！不过神之塔去到后期，我觉得都系有啲哇，我惊佢开技啊！哎呀，我惊个傻仔开技喎，有时我惊一开浩斯，我真系喊出声。因为佢孙策加老叔一开技好大镬噶，喂唔好啊 ，Don't do this, Michael！ 唉，濑嘢啊，濑嘢，濑嘢，真系濑嘢啊，真系濑啊，太濑！呢个真系佢唔识计数啊，哇逃跑啊，正啊！你当你唔识计数嘅时候就好大剂啊，我想讲系啦，好大镬咯，好。吾等戮力同心，定能回天转日。今晚睇神之塔。如果你由头开始睇咧，你起码都够。即系如果你一你即系你慢慢睇都够你有排睇。即系去第三季，去第三季先停噶嘛。个作者又系病咗，我相信个作者真系病嘅，因为佢唔系副监嗰一类咯。即系佢咁勤力，我相信佢真系病嘅，系啊，应该兼病嘅。啊、作者拖住密室录，个作者系病，唔知我唔记得系病死定咩，总之系死咗啊嘛！即系当时有新闻报告。
其实好睇啊，即系其实以前香港所谓嘅鬼书就好多鬼故，即系鬼故故事咁样咯。其实即系呢一类其实不嬲都好睇嘅。系啊，健身教练好烦啊！我想讲，即系你成日开即系手机 app， 成日都有啲咩健身教练劲烦啊！即系呢个韩国 H 漫，佢系引你，即系免费俾你睇两三话嘅，跟住去到真系卖牙嘅时候就要科水嘅，好鬼烦。最黑人憎就系呢样嘢。先洗帕，好啦，偷去美军狼。好，完咗就算啦。要 let me 三思先。纵横捭阖，唉，算啦，冇走。自有制衡之道。英雄难过，美人关。以逸待劳。真系速度咧，都真系。好，通通给本小姐闪开。其实而家高校之神都有排睇啊，即系呢套嘢要睇完都有排应该。喂，等下我有图啊，大佬。佢开开嘅呢下又唔开技，你话咪真系玩嘢啊？呢下开技算数啦，顶。唇亡齿寒。我等戮力同心。哇，呢下又唔开技。我话魏然，点解有啲人唔肯投降咧？我想问下，即系佢系特登嘥下你时间啊？咩意思咧？阿四，我话真系发脾气啦！呢个就系打三角杀要口德，真系笑而不语啊！死老母嘅人嗱嗱声同我死啊！吔啦！刚死我打唔到个死字，我真系想救翻阿边去尸啊！真系呢啲契弟，即系打对住呢啲咁，对住呢啲咁啊死贼系唔需要怜悯系啦，完全唔需要，即系完全唔需要话咩品咩牌机品，话跳啲照闹兜。兜嘢 ban 佢得嘅，你啲话你听，对住啲抌波中嘅木嘴咧，系唔需要任何一丝怜悯，即系最憎遇到呢啲人，系啊，啱啱 Greg 仲未话屋企人叫咩啊？咁你屋企人好锡你咯，即系既然叫自己嘅仔去做地产，即系代表你屋企人，你同屋企人关系应该几好咯。我真系未听，即系除非你。除非你有舅父在地产公司做高层，我真的未听过有一个阿妈叫自己的仔做地产经纪，闻所未闻。系啦，即系除非你一系就你撇得好紧要啊，一系你系劲废嗰啲咯，完全揾唔到工，迫于无奈你阿妈叫你去做地产咯。如果唔系正常，即系你正常点会有老豆老母话去做地产经纪啊？讲真，即系除非你话美联高层啊、中原高层嗰啲就话啫。即系叫你舅，即系话舅父俾张单你开咁，咁呢啲例外啦。但系如果咪正正常常，我真系唔知系啊，闻所未闻。佢嗰仲有一打，好笑啊！废话系啊，死埋佢啦你！喺我呢个 channel 讲废话。内修外攘，故正安邦。老细咁啊，老西啊！咁啊得，咁啊唔同喎。如果你舅父系老细，我 suppose 你舅父应该系呢一行有啲人缘啦，即系有啲即系同啲点讲啊？嗰啲叫咩？应该点讲啊？即系同嗰啲铺主或者系同嗰啲老细有啲偈倾咯。即系如果佢可以介绍到啲老细俾你识咁啊，零咁啊，咁啊唔同讲法。即系佢介绍啲客俾你识咁啊，唔同讲法啦。咁你开单就易好多啊，定系啊？但系个问题。
个问题就系你舅父有几锡你咯，因为讲真有点解有单我自己唔开要俾你开，有钱点解自己即系我都赚够啦，想俾啲你赚，即系呢个要视乎翻同你舅父嘅感情有几深厚啦。如果唔系，喂，讲真，就算你系我个侄都，即系我喂舅父应该点叫字？佢应该点叫你？我想问，我分唔到呢啲关，呢啲亲戚，啲亲戚关系，我唔知点叫。舅父系应该点叫你？我想问下，佢叫你侄定系叫你个咩啊？哇，侄系咯，不都算亲嘅，即系舅父同个侄都血缘关系都算亲嘅，因为你阿妈系佢个家姐或者阿妹咧，理论上都算比较亲嘅，已经系，即系个血缘上系比较亲嘅，你亲戚嚟讲啊，外甥系咯，叫外甥啊，应该系外甥定侄啊。我睇咸片嗰啲咩话嗰啲咩个外甥系嗰啲舅父系嘅，即系我睇嗰啲咸片啊嗰啲，即系有呢个咸片系列系嗰啲咁嘅个侄，即系长大啦已经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长大，我算啦，就唔好讲呢啲啦。OK， 好啦，咪可以做嘅，点解讲下讲咗呢啲话题嘅？点解可以咁都可以去到嗰个话题？即系如果老细可以试啊，即系如果你我觉得试下做 OK 嘅，做三个月睇下得啱唔啱你做咯。但你要考牌喎，好似其实可以唔使考牌嘅，即系可以唔考住，可以唔考住。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其实你上诉可以上住落其他 account 度先嘅。咁但系呢啲又费事讲啦，呢啲你老即系你个舅父都识噶啦，呢啲唔使教啦。咁但系正常我考个牌唔难，地产要考个牌唔难嘅，求其攞本。即系我哇雕蝉收翻埋先，使乜十二点咧？白痴，十二点就可以讲呢啲嘢噶啦咩？如果真系唔讲得嘅话，从来冇人讲过呢个儿童台啊！头先系咪先？好啦，即系我建议系可以做咯。边个打噶呢个七号位？点会咁样打啊？哦，喂，死到哇，竟然收到喎！哇，但系张秀真系冇乜用喎，讲真，即系佢基本上，我觉得张秀对我嚟讲冇乜用喎，好难用喎。即系配你配住呢啲咁嘅将，你完全发挥唔到喎！即系呢个将到底系佢防啊？佢你可以话佢防魏国嘅，即系佢可以防，但系都唔系太防啫。即系你即系配你扣魏国一血嘅话，人哋多谢你啦！即系卖血卖唔切嘅咁样，佢唔谂住打雕闪癫啊！好啦，你嗰你嗰张手得唔得啊？我想问下。即系系我有问题定系点啊？我个张秀冇哇，真系未想到一下，一定即系你一定要配特定嘅将先有用咁啊，死得啦！讲真，即系你一定要配太后啊、李国啊呢一类咁嘅将，咁啊死得啦，大佬点配啫？讲真，点解我赢佢就要扣我两血系咩意思啊？系我扣佢两血定我噶？但我要俾一张牌佢喎，呢个哇出少即系唔使咁准时啊，出粮出得哇！但系貂蝉一俾人落就 P K 啦，咁啊系法正，佢唔同法正，哇！多谢 Poly Poly Chan， 多谢你。哇！好彩有你，好彩被收台，多谢晒。今日都好开心啊！今日都即系今年都算系我生日期比较开心嘅一年，即系有咁多观众支持，有咁多 KOL 帮我庆祝，即系真心好感恩，系啦，感谢神。哇！呢个唔讲得少，呢个下弯可以大爆发啦呢度。哇！下弯可以电脑大爆发啦。战机瞬息万变。取乘胜即喜。OK， 哇，佢帮我收咗二张仲好添，其实。哇，貂蝉一定唔死得，哇！
REX 你系咪够？你系咪漏咗打字啊？你真系多谢晒，黐孖筋，越夜越精彩，真系。哇，多谢阿古，真系好潇洒，真系杀人不留一滴血咯。道理员系一句声都唔错，呢个啲值得大家欣赏嘅态度，黐孖筋，多谢晒先，多谢。好啦，不过一年得一次，真系攞埋享受埋佢先啦。多谢你先，但系呢度唔亮得咯，一亮嘅话咧，曹丕会同二张联手啊，绝对唔亮得。我谂曹丕会选择继续反田丰，应该有可能。吓、啊，佢竟然反呢个先？啊！呢啲唔系道理，唔讲嘢系叫霸气。哇！佢冇闪啊，大镬啦！我多谢 balance 有闪，但系得即系话俾人听，你得一张闪啦，咁嘅意思系嘛？桃园结义，桃园结义。咦？佢？哇！边个揸住毛邪咁阴手？哇！多谢啊，多谢宝马兄弟，系宝马兄弟，多谢你，好劲喎！今晚啲人好劲喎！呢一场关键系保唔保得住貂蝉啊？哇！应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两张杀。好型喎！你个 icon 啊，即系你个宝，即系宝马兄弟嗰、那个啤梨咧，好鬼正哦！哇！嗱，即系今晚多谢好多人嘅道理啊！即系呢一个 REX 0401真系黐孖筋，生日开心啲系啊！今晚好开心啦！我收台之后就要同老婆去庆祝啊，系啦！正所谓，四哥七有七个小矮人，四哥七有七个齐齐翻，七个一有七六根，齐住围住个窿一齐摁摁摁。我想话呢首歌有冇完整话？好尴尬喎呢下。哇，好低 B 啊呢个田丰。对不起。Oh no！ 真系好尴尬啊！我把 AK 啊先。好尴尬喎，佢咁呢个田丰真系大好一手好牌打到咁样啊 ！Oh my god， 打死！呢首嘢我由小学到而家都唔识唱，多谢某新四下78蚊，多谢你。好似系尹光唱系咩？呢套嘢唔系儿歌嚟咩？当年《逃学威龙》都已经有噶啦，即系啲。最大问题呢首歌嘅完整版我真系唔识唱。因为点样可以封得住曹丕啊？关键啊呢一场。明闪。应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三尖，你唔系想打二张啊嘛？明闪呢下。好烦我！如果邓 I 邓 I 佢又填咧，顺咗把 AK 好烦。成大事者，过埋呢一弯就可以凉啦，真系要挨埋呢一弯啊！好，得啦，去收二张先得啦。战如雄虎 ，check 咗真系揾哥。我但系个问题，我挂 AK 嘅话咧，都系会俾。都唔惊嘅，俾曹丕顺咪曹丕顺咯。曹丕顺咗把 AK， 佢冇牌一样系出唔到啲咩牌。好啦，你估下马腾嘅负载系乜水？杀 ！OK。战如雄虎，兵粮寸断，不惜屈命。可能佢哋以为我系蜀国嘅，应该，因为我咁都唔亮啊嘛。董卓有可能。有可能，借刀杀人，借啊！哇，杀啊你！董卓有啲难，二张唔死，我唔系好想出住。
谂紧谂紧点打呢度，好麻烦，因为曹丕加邓拉都系烦交嘅，除非有洛喺度。点会系吕布啊？吕布亮神早亮咗啦，哇，狠毒啊，狠人，真系一个狠人。啊，咁可以出手咯，佢应该反，佢唔反我，佢犯咗大错啦，咁就，佢竟然唔反我啊！有落。全身而退，呢度杀佢杀唔杀到佢就好紧要啦。我藏得都算深啦，讲真。Yes。为国为主，竟蒙此冤。我把 AK 储咗好耐，我都算藏得深啦。呢场值得赢啦。呢场即系貂蝉个傻婆系卖文，顶你个反而自杀，花式自杀。好嘛。Yes。完美收台，多谢水月梨花的道理 ，thank you。一定唔系吕布，系吕布佢神早亮咗啦。你头先佢杀曹操都要，你吕布有无双一早要亮噶啦。呢啲肯定错啊，唔使估啊。即系董卓呢啲系 make sense 噶嘛，大佬系咪先？好啊，多谢水月梨花最后嘅道理。咁啊，多谢今日祝我生日快乐嘅朋友啦，系啦。咁啊，希望下一年大家。在某种在各种意义上仍然有命，即是仍然有命一起庆祝，即是无论被我 ban 定是现实中有没有事。喂，多谢 CPSS Chris， 多谢最后到呢完美收台。我想我应该会剪精华，剪即是一开头那一场咯，即是什么女范和孙尚香那一场。多谢 ET 大个仔，帮我代我 ET 大个仔帮我代我向你老细世界佬问候下，唔该，多谢佢今日的喜悦，多谢分享喜悦。咁啊，收台啦，唔好再倒呢啦，因为收台啦。咁我哋。